NPC 有一年多一点点，然后最早来的时候是就是在看画室的时候是没有考虑到 NPC 的，但是当时准备去另外一个画室，但是就在去那个画室之前就说要不再看一个画室，然后就到 NPC 来，然后跟安老师聊了一下，然后跟其他之前其他画室比较过后，你就觉得安老师对所有学校这些资讯的了解和他这种整个教育体系的完成度来说的话，就瞬间就感觉哦，我们 NPC 好专业呀、啊，就觉得很靠谱的感觉。因为很多吉他老师都会说，Artcenter 汽车专业好像不是特别难，然后都这么说，然后就说的我心里都没有什么底。但是，安老师就讲了一个，这是一个很有挑战性。虽然我也知道很有挑战性，但是有老师这种压力给到我的时候呢，就会学习上就会更有动力一点。对，然后 NPC 收获的东西就特别特别多，不管是从画画的技术上面，还是对颜色的理解啊，然后一些设计语言上的协调性，都会比来 NPC 之前有特别大的提升。考进理想大学以后什么目标，反正很开心能在一年的努力之后就直接考进我想去的汽车设计专业，在那个 Artcenter。 然后呢，短期的目标的话，反正估计也回不了国了，就现在这几个月里面再把自己的 sketching 啊 马克笔什么技术提高一点，泥模也做个一两个吧，就是先尝试一下做泥模的是一种什么样的过程，什么感受，然后到时候到学校以后会更好，接入学校的一些课程。长期目标肯定就是，在大学四年里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对这个行业有更深入的了解，然后就毕业之后能去到自己渴望的一个公司工作吧，然后积累更多的经验，来丰富自己的这个设计之道。为什么喜欢这个专业？其实这虽然说它是一个专业，但是它就是汽车和设计这两个东西的话，对我来说它之前是挺分开的。因为来 NPC 之前我是从来没有画过车的，我基本上虽然我特别喜欢汽车，经常了解看那些视频啊什么的，然后那个就是从小就特别喜欢，但是真的把它跟设计结合起来去绘画，去给一个品牌就是一个赋予它一个新的设计的话，这个是我来 NPC 以后才开始接触的。但选择这个专业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我在之前就在平面设计在大学里面上过一年，但是那一年下来以后就发现如果自己拼了命的去想一些东西，设计的东西出来，但是最后又对这个东西没有那么的热爱的话，感觉就不想浪费那么多时间在一个自己不是那么喜欢的专业上面，然后其实那种感觉还蛮痛苦的。但是所以就狠了心了下来，然后找到 NPC， 然后重新帮我准备这个整个汽车设计的作品集。虽然在准备的过程当中有很多困难，然后也面对了很多一些就是坎坷和瓶颈吧，但是因为整个让我克服这些困难的一个动力的源泉的话，就是对汽车的热爱，然后这种热爱的话是从小一直培养起来的。你要说就真的说个理由为什么这么喜欢汽车的话，那不知道，可能就是天生就喜欢，就对，就这种感觉。最喜欢的设计师
是他是他叫 Peter Wanda， 是那个大众的一个设计总监。然后因为他可能没有其他设计师那么有名，但是我知道他的话是从一个网上的汽车设计教学视频里面知道他的。然后他在我的设计过程中呢，打开了我对无人驾驶汽车这方面的一个就是思想上的禁锢吧。就他的理念就是可能以后的汽车安全性的话是不需要从结构和材料上面来解决的，而是通过 5G 啊，或者是各种感应器，各种互联的一个系统，然后人工智能这种，让所有汽车和汽车之间就完全发生零碰撞。所以他这个启发呢，让我在就是设计汽车的时候不会想那么多传统的一些结构和形状，然后就完全脱开那种形状去尝试一种新的几何啊，然后新的一些怎么说呢，对，就新的形状吧，新的外形，新的那种设计外观，就很脱离现在的这种汽车的造型。这就是它给我影响最大的一点吧。其实说到压力吧，在准备作品的时候好像我自己还觉得没有特别大的压力，因为毕竟我来一年，但是前3到4个月的话基本上是没在准备作品，就一直是在提高自己的技术和绘画这方面的，就是把透视啊，然后结构啊，然后把手上的一些功夫练好。那段时间的话还算，虽然每天也是从早到晚的来画画，但是还是比较轻松的。真正的有压力的时候可能是在12月份，就是去年的12月份，就是在作品快结束的那段时间。因为有面试，然后有两个学校都面完试了，面完试以后老师就提了一些建议，然后把我作品集需要改善的地方说得更加准确，然后就更加有一个很精确的目标了。然后到那个时候就发现自己的作品有很多是一些还没有完善的很好的地方，然后和最终学校想看的作品集是有一定差异的。所以在那个以后就是相当于把之前画的东西全部又整理了一遍，可以说好多都是重画了一遍。因为就是这么一直这么提升上来，到了最后一段时间技术跟之前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就是当时我也问那个学校的面试老师了，就是说以前画的和现在画的就差别很大，就进步的特别快，差别很大，我需要展示以前的嘛。然后老师说就不用展示，就是展示最好的。所以我就把之前的又画了一遍，就那段时间是感觉比较着急，然后压力比较大的。然后还有一段时间压力比较大呢，是在可能2月份，那是最后一个作品。那个作品呢就尝试了一些新的元素吧，把它融合到作品里面。那个就是花了我很久的时间才画出了一个自己觉得看上去比较舒服比较满意的一个外观造型。然后怎么解决这些压力的话，其实我课外就经常运动吧，运动算我解决压力的最好一个方法。冬天就滑滑雪什么的，但今年因为疫情的原因也没有出去运动那么多，也没有打球什么的。然后有时候就会自己一个人开车到处逛一逛，就随便开着玩，然后那也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好发泄那个就是卸掉压力的一个事情。对 NPC 要说的话有许多许多，但是呢没有但是，有许多许多。就从
心里来说，我觉得 NPC 是一个很负责的学校，因为我之前也在其他的画室可能待过一段时间，但是跟 NPC 比起来的话， NPC 从最早的这种计划的安排，然后和选择学校的准确性啊什么，都是很专业的。到了最后，特别是提交作品集的时候，老师就是会不断的提醒你哪些要改进的，哪些要修改的，不管是在排版上面，还是在写文章上面 ，NPC 都给到了很大的一些帮助。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NPC 跟每个学校的一些招生办的老师们都有一定的比较好的一种关系吧，所以就相当于给到我们这边的学生更好的一个平台，更好的去跟老师沟通，然后更好的去知道自己的作品该往什么地方去进步。这是 NPC 可能给到我其中最大的帮助。然后安老师是个非常好的老师，因为他根据每个学生的这种可能学习能力、学习状态跟个性的话，他可能给到他学习或者去思考东西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在这，因为我的性子是比较慢的性子，其实我蛮感谢安老师能给我很长时间的去琢磨一个东西，这让我就觉得设计出来东西是自己很满意的一个东西，然后没有就是特别的就是催我呀什么或者是生气什么的，这是我比较感激安老师的一点。对学弟学妹的话，我这个专业的学弟呢，估计也没有学妹学我这个专业啊。对我这个专业的学弟吧，就觉得就是喜欢汽车设计的话就大胆的去学。对，感觉反正我在来 NPC 之前，我觉得汽车设计就是一个很深不可测、很高端、很困难的一个专业吧。但是呢，其实接触下来以后，他们学校包括那些大学的老师都会说，就是其实在学汽车设计的时候，你的对于什么物理啊、数学啊那些的要求都不算特别高。所以只是你需要对汽车有足够的了解，对汽车结构有足够的了解的话就可以学习。但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是自己真心喜欢这个专业，因为在进入学校以后遇到的困难和那种作业量、工作量的话会非常的多。但是在就是准备作品去申请这个大学的话，主要考虑的就是你自己的一个设计的语言、自己的设计的特点，和因为在准备作品的时候也会跟汽车品牌去连接，去设计有他们那种设计风格的外观出来，所以对每个品牌的话也需要有很深的了解，才能和自己的想表达的一些元素啊去做一个结合，然后最终做出一个完整的作品来。反正可能最开始如果要学汽车设计，在画画的时候觉得画出来不像，那个很正常。这也是为什么我虽然特别喜欢汽车，但一直没有碰这个汽车设计这个的原因，就是因为最早画的时候画出来的东西都不一样，都是别别扭扭的。但是只要通过一段时间的不停的去绘画，不停的去就是画草稿啊，然后设计啊，就肯定能看到进步。然后这种进步过一段时间以后，就会觉得自己的表达能力会上一个水平。上水平以后，那种兴趣就更深了，因为毕竟看见画出来的东西自己那么喜欢的话，
那又是一种推动我向前的一个动力。所以之前可能画的不好的话就完全不用担心，就慢慢练的话是肯定会变好的。但是在练习的这个过程中呢，也要去找一些方法，因为在画这个汽车的时候，其实它相当于有一些基础的东西，你把那几个东西搞明白画好了以后，之后的就是纯设计上的东西了，就基本上自己想表达什么的话就是比较简单一点，就是最早画的话就是基础的那几步画好的话，基本上画出来看着就比较有比较好看，比较像个车了，然后透视什么也是正确的，大概就是这样。